是那位同学指定了闵哲先生，是你认识的人吗？你认识我吗？林院长怎么样了？通过了吧？金济鹤怎么样？勒索个3亿吧？一定要有周国明的计划。哪个叫我要拖我下水？你什么都不要做，对你们非常抱歉，我自己会处理，就靠让我来吧。 如果再审申请有通过的话，主文那边会写获准2个字。怎么了？啊？今后我在球场上跟大家见面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未来戏剧台《机智牢房生活》。